主料，蒜苔250克，猪肉丝5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五香粉、鸡精、生抽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肉切丝备用，蒜苔洗净切成小段，炒过倒了油，油开后下入猪肉片，出味后加五香粉翻炒，倒入切好的蒜苔煸炒，待蒜苔变色后加入生抽和盐调味，盛盘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